那么我今天放不开呀，兄弟们，我今天完全放不开呀，太多人啦，太多人看着我直播，我怎么放得开？是这么说的吗？今天我们主要都是安徽货啊，包我们是助力乡，助力安徽乡村振兴，好吧，兄弟们，锁定一下小杨哥直播间，就25个品。每个品都得1-2万单，一下就没了，都是一些农产品啊！对对对，兄弟们，哎，这个老板来吧，兄弟们，乡村振兴是我们三子阳三大重要战略之一啊！哥们，讲一讲、三大重要战略之一，乡村振兴。对、啊、对，安徽今天是这是第一站啊，第一站，以后每个省我们都会去，各个省都会去，然后呢，每个省我们都办专场，对，好吧？所以兄弟们，今天的安徽，我们是助力安徽乡村振兴，在铜陵，这是第一站，下一站就是别的城了啊，兄弟们啊，好吧，下一站这是我们三子阳的，三大战略，三大战略之一，这是第一站啊，省级的也是第一站，10万元吧，兄弟们，让我相信你。假背景，我给大家看，假背景，好，大家下去了，这怎么可能是假背景呢？好，大家下去了，我把这来，兄弟们，这不是假背景的，这是真的呀。兄弟们啊，这肯定是真背景啊！我们现在在铜陵助力安徽乡村振兴，这是第一站，请看啊！好，大杨哥出不来了，大杨哥出不来了，非得去，出不来了，出不来了，大杨哥出不来了，哎，不要急啊，哈，慢慢来，大杨哥出不来了，再来来来，不是吗？看到没？这个人，大杨哥，出不来了，兄弟们！哎呦，我的妈！兄弟们进来了，先点个小赞，欢迎这个同龄的朋友们。我觉得他这个有点难闪，还得上来了。马上就兄弟们换回来啊！响哥怎么不穿？响哥是三道红色的。红色的穿我多黑呀，兄弟们！不能穿吗？你非把我黑死！我是全黑，我这是白的。啊，一共有4件汉服，1件白的，3件红的，大红色。啊，兄弟们啊，这个万家灯火，这个对对对，感觉这个氛围非常好。哎呦，这么多人，这兄弟们真不敢播呀，这不知道咋整呢，这个呀。我们马上太多人看着了，兄弟们。对，马上进入主题。兄弟们在屏幕上先点个小赞，行不行，兄弟们？播个20分钟就行了。那先点个赞，给兄弟们先上点小平板玩一玩。好，来，乡村振兴，你看兄弟们，我们今天是乡村振兴，平板一样有。啊，兄弟们，平板一样有。看一下啊，欢迎兄弟们。哎，这有30万人了，35万人了。外面的音响能不能连到我的手机上面来？啊！把外面音响也放上，连不上了吧？那我有是吧？我们这个场上也有音乐，给他们搞手，搞手中间他们开一下，老给他们给我们这些人来个 DJ， 来个 DJ， 给他们说一下，给大家伙都来个 DJ。背景音乐现在小点，太吵了啊！兄弟，不是我们吵呀。这个声音它就是大呀，兄弟们，今天乡村振兴啊，这是安徽第一站，你们看一下网卡不卡？三娘三大战略之一啊，今天是第一站，我们今天卖的都是安徽货，都是安徽货，兄弟们啊，啊，也是一些助农产品，啊，一会儿大家可以抢啊，真的是可以抢的。小杨哥穿，兄弟，我没有，拿来我拿来，一件没有衣服，来来来，我没有衣服，兄弟们，
我的大红色都穿不了啊。我们你说我们在这么多人面前摇一下什么感觉？嗯，那肯定不好，那不好吧，万一拍上来，我的妈，你们这要我命吗？啊，小哥穿这个鞋，这他妈不要我命吗？兄弟们，啊，我的妈，来，这能不能搞一首那个叫什么啊，古代的那种音乐，兄弟们，管你管算了吧。啊啊，我这没法卖货了，兄弟们。你这个走的四方步，那这回咱们就不穿了吧啊。这个我感觉没法卖货了，这玩意儿。啊，要不要穿上？啊，要不要穿上，兄弟们？挺好看，哎，兄弟们挺好看的。要不我就算了，这个、我真穿不上。那、啊、个、要不穿一下？穿上应该也行。我的妈！你要是穿上去中间护腿，不是假背景，下面都是真实的，兄弟们，都是真实的。写了几个字？啊，写了几个字？就做个，是不是？不会，这不能写啊！啊！哎，要不怎样？怎么现在有开播的啊？没事儿没问题吧？让我媳妇出来一下。好，来，从来不愿没有避风港。他们老快，是不是？我让我媳妇儿，我先给他白的衣服，要再变红的。啊，没事呀，你就是白的吧。哎，这个还有个帽子呢，这还有个帽子了，就这款啊，这个还有个帽子。帽子你穿，我穿一下。兄弟们，很多人啊，非常多的人，没错，人非常多。来，媳妇儿，来，来，媳妇儿，给我打个招呼，给我打个招呼。Hello， 我看看。哎，媳妇儿今天来什么感觉？嗯，好热情，粉丝们。啊？好多人啊。兄弟们，先点个响，站兄弟们，站今天有点慢呀，兄弟们。哎呦，哎 ，Hello。兄弟们，没办法，我要下去，我不是不陪，不下去不陪他们拍，我下去了，我就上不来了，兄弟们。多少了？兄弟们，能不能让我们同济的人民看一下咱们点赞？多少了？500万。我的妈，40万人就点500，兄弟们在屏幕上点小赞，兄弟们。我们小朋友一直在喊你。等下。后面全是人啊，哥。后面全都是人，没错。嗯。没错，兄弟们。感谢兄弟们点赞，多点赞喽。700万。属实有点慢呀，是不是系统出问题了，兄弟们？这感觉不是一般的慢呀，这感觉是非常非。他们说老婆好，老婆们好，啊，老婆们好，我有点社恐，好多人啊。第一个吧，记下来，我记过来了，让我媳妇吃个鸡，吃鸡，对，来，让兄弟们吃个鸡啊。是土鸡吗？土鸡。哇，这个汤好浓郁啊！看不清，兄弟们瞅瞅这汤，瞅瞅这黄色的汤。我来，瞅瞅，金黄色的。瞅瞅这汤，金黄色的。啊，这都是我们安徽的，这是哎，啊，这是我们哪里的？哪个地方呢？阜阳的，安徽阜阳农家散养原生态走地朗姆鸡。走地老母鸡，来，媳妇儿喝口汤。你得多喝一点，你得补补。我补你个头啊！你最近身体也不好。快点，来，我不能吃，我今天。好喝吧？这妈跟我结婚的衣服是一样。好鲜啊！媳妇看那鸡啊，看那老母鸡，几斤？一个大概2到2.5斤，老就是这个是农家散养的原生态走地鸡，就在地上走的，不是那种什么关在笼子里面的。